原来小鸟也有追悼会，网友拍到一群小鸟围在一只死去的小鸟身边。有网友科普说，是因为有同伴死了，他们会对周围环境进行搜查，查看有没有什么会威胁到他们安全的东西，其实更类似刑事侦查。底下网友评论，路过现场被当成凶手了，铺天盖地，叽叽喳喳，震耳欲聋，走到哪追到哪，好家伙，有画面了。